党中央委员连胜文在脸书上抛出自己跳霹雳舞的影片，不仅动作利落熟练，甚至还有网友惊叹连胜文瘦了怎么认不出来。连胜文在脸书上自豪地说，自己的老师就是这次总统文化奖得奖者，也就是中华民国霹雳舞协会秘书长陈伯钧。连胜文除了发文恭喜外，自己也身兼中华民国霹雳舞协会理事长，对台湾推动霹雳舞登上国际甚至进军奥运着力甚深。他说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霹雳舞，未来也将努力迈向巴黎奥运，期盼更多人支持这项台湾有机会夺牌的体育项目。由于连胜文从过去体重三位数到跳霹雳舞后已经降到90公斤，不少网友惊叹连胜文怎么可以瘦这么多，还大赞他是霹雳舞王，甚至说2024巴黎奥运看你了。可见连胜文靠霹雳舞运动瘦身有成。